平時翻工出去見客最怕就係部電腦好重，而呢部華為 Mate Book X 就又輕又薄，個 size 仲細過張 A4 紙添，連埋公司啲文件帶出街，絕對唔覺得牙大。佢仲要得 1.05kg， 非常之輕便啊！唔好見佢咁輕咁薄，就覺得佢 spec 好渣。佢裡面有 Intel 最新嘅第七代 i5-7200U 嘅 CPU，RAM 就 8GB，SSD 就 256GB， 絕對夠曬應付平時日常工作嘅需要啊！佢個 mon 仲好靚㗎，係2K 嘅 IPS mon。WiFi 就行 AC 1200雙天線，速度絕對夠快啊！對於講求效率嘅香港人，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功能，就係佢嘅 Power 掣有埋指紋認證功能，可以一撳個 Power 掣著機就自動 lock in 埋，非常之方便，唔使好似平時咁樣撳完著機掣仲要慢慢打 password lock in。不過佢部機做到咁薄，就得兩個 USB Type C 嘅頭。一個攞嚟做充電同埋傳輸，另一個就攞嚟做 display 同埋傳輸。如果要用平時嗰啲 USB Type A 嘅線嘅話咧，就要再加個 adapter 啦。呢部 Mate Book X 攞嚟翻工拎出街，絕對夠曬方便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㗎。